好，控球时候要注意啊，始终保持抬头。对，身体下蹲，从这儿保持正确姿势。 喝点水，自己拿着。妈妈，你在干嘛？妈妈在挑战一件很难的事情。比打冰球还难吗？<笑>差不多吧。洋洋他们都笑话我，他们笑话我是女孩子，说我打球没有力气。 还说我跑不动，他们说的好像也没错。那你为什么还答应让我来学冰球？因为你说你喜欢学冰球呀，而且妈妈也相信你会做得很好。妈妈呢，不想替你美化困难，但是正因为我们对困难有了足够的了解，才不会在失败的时候灰心。 而且也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他。嗯，我的果果是最棒的。那我也一样，相信妈妈能做好。我的妈妈是最棒的妈妈。妈妈加油！加油加油！耶！哎，凌霜，咱俩可得有5、6年没见了吧？不止，得7、8年了，咱俩。真快。 你咋就跟你那么久没见了？真是，他现在大老板了，月的吃饭哈，得让秘书先拍档期。什么老板啊，都是给人打工的。看看，我现在这发际线，这叫什么？天选打工人。那行啊，我看你们那个程序员炫富，现在流行比发量是吧？对，是。就咱们班老挂科的小胖子，那个吴佳明，对对对，吴佳明。 我是风水轮流转，人家现在是江东大学副教授。要说咱们班现在混得最好的，那得数顾许了吧？嗯，俺瞧瞧人家，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毕业，后来一边在加州理工读博士后，一边自个创业。哎，人老人家还顺带手的得了一个他们校友基金会的，叫什么职业成就奖，这个奖可不是一般人能拿的。 那在行业内那就是妥妥的大神。林双熟，林双，你以前你那个死对头嘛，千年老二。哎，你说起千年老二，我想起来了，林双那会儿在咱们班啊，那绝对是学霸哈，绝对的第一名。那一年那个全球大学生成绩设计竞赛，是不是林双拿的一等奖？一直是呀。嘿，那领奖的时候那小劲儿拿的。希望未来的我。 用设计改变世界，让梦想照进现实。哎，得了吧你！我像你这样啊？不是这样吗？做作死了你！哎，对了，林双，你现在在哪儿够用呢？这两年同学聚会也没见着你啊。我生完孩子之后啊，就当全职妈妈了。<笑>
吃鱼吃鱼，他们家野生白条特别鲜，都凉了。来来来，哎哎哎。其实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嘛，每个人都是选择一种自己觉得更加舒适的生活方式，其实也挺好。我就是觉得以林霜的能力啊，稍微有点可惜了，对吧？那会儿在学校的时候，你忘了咱们老师那对林霜的期望值那可是最高的。不是林霜，我没有别的意思啊，我就顺嘴一提。哎，其实吧，我觉得当全职妈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。我们甘愿放弃个人生活，承担起一年365天无休无息的高强度工作，这才是应该令人尊敬的职业。而且没什么可惜的，因为我现在打算重返职场。虽然那些年吧，我一直待在家里面，但是也不算完全脱离职场。我偶尔没事儿也在外面接一点外包的小活儿什么的，所以今天请你俩过来呢，就是想请教一下，就像我这样的情况哈，具体应该怎么办呢？有点难。林霜，你的能力呢？我们了解的人，那当然都知道，那绝对没有问题。你也工作过几年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只能说是有经验、有积累。第一呢，你没有突破平台；第二呢，你没有在行业内做成过特别大的成功案例，这一点很重要的。再加上，你中途又休息了几年，咱们都知道。但是绝大多数外包的活都是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小活。你要是拿这样的履历，那公司的 HR 直接以一句专业知识技能退化断档，人家一句话就把你给否了。我的意思呢，就是一开始吧，你的要求呢先别太高了，有可能得像新手一样从头做起。就说实在的哈，如果要是说新手小白，公司更愿意招朝气蓬勃的毕业生。一般像咱们这个年龄，比较少找招聘信息，都是猎头挖，要不然就是圈内互相推荐。林霜，你也别着急，我尽力帮你去留意留意，也降一降，别太高了。我也帮你想着这事儿，你自己也多了解一下现在的最新的这些讯息。如果有可能，把专业还是得减一减，因为毕竟咱这个行业还是靠技术吃饭。哎，师傅，麻烦您快点，我赶时间。你上错车了吧？你这不是江 A3QW20？不是，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喂，师傅，你到底把车停哪儿了呀？啊，我2点半必须赶到风水大厦的。你停哪个路口了呀？你在哪儿呀你？哎，你好，我正好也要去风水大厦附近，要不我送你一下？谢谢谢谢啊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哎呀，我这就是赶时间。看你样子应该是互联网的吧？啊，对，我就标准一个码农。太谦虚了，你级别肯定不低。我是从这个发量上看出来的，我一个朋友刚教我的。哎，别提了。咱精锐的项目组长啊，真是绝了，给我塞了一大堆这个实习生，说是为了节省开支。我每天啊焦头烂额，就给他们找那个 bug。哦，你是精锐的啊？对。
方舟、磐石、静瑞这个园区 IT 三巨头，厉害呀！那是以前啊，今非昔比了。咱静瑞啊，现在是方舟跟磐石当中啊，好伙，苦啊！看前面快到了。今天真谢谢你啊！怎么别客气，还得我谢谢你呢，跟你学了不少。要不我把钱转给您吧？哎，不用，快去忙吧。啊，谢谢啊。今天吃第几块巧克力了？这是我们的秘密，不要告诉妈妈。爸爸可以不告诉妈妈，但你要答应爸爸，每天只能吃一块巧克力，好不好？好，爸爸万岁！别，舅妈妈回来，赶紧把它装起来，快去快去！我今天带果果去游乐园了，他说他很久没去了。真好看，玩去吧，妈妈一会儿就来。果果，你今天去游乐园开不开心呀？开心。一会儿拉着妈妈跟爸爸一起玩。去吧。灰太狼在三个树内即将复活，你赶紧藏起来吧，果果。三二一，啊！哇！啊哇哇！你还生气呢？上次你误会我，我确实心里有点不高兴啊。但我们两个人是夫妻嘛。还有隔夜仇，不至于气这么久吧？啊！好吧，我错了，好不好？是我说话没轻没重的，下次我一定注意说话的态度。我给你赔礼道歉，对不起。灰太狼也给你道歉了。老婆，对不起。你赶紧跑，灰太狼会吃掉你的，快跑！赶紧躲起来，不然灰太狼连你和妈妈一起吃掉。有病啊，灰太狼吃掉我喽！哎呀，不生气了不好吗？要不等果果晚上睡了，我今天好好的表现一下，好不好？果果，哎，我看果果藏哪儿了？藏好了吗？果果，妈妈今天有点不舒服，晚上我们两个人做饭好不好？可以做蛋糕吗？当然可以了。哦哦哦哦！灰太狼的小帮手。哦哦哦哦！灰太狼的小帮手。几点？这个，这是几个？这几个？我先画你好不好？然后你在这里点画，这点，画完你，我们再画谁呢？妈妈。画妈妈呀。那些有过的美好，在风中缠绕，无力再争吵。生活渐渐变成一座孤岛，越来越渺小。无数个陌生的夜里，有多煎熬？沿着冰冷的钢索，在梦中。妈妈，我切蛋糕了。妈妈，
小心小心，来来，爸爸帮你放桌子上。哇！我们站上下面好不好？好。好。一，下一个。二，三。下。一，二，三。下。我们让妈妈来切蛋糕好不好？好了，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里结束了，然后我们放松一下我们的双手和双腿，下课，谢谢大家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好吧，今天真的特别困，我们今天很想跟我。真行啊，一面算计，一面秀恩爱，你还真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家庭主妇。我简不简单对你来说不重要，毕竟我是来跟你谈合作。合作？你给我的提议我回复你了，你没收到吗？你呀，才是那个简单的人，以为自己什么都懂。魏明这个人最擅长的就是口是心非，长袖善舞，早晚有一天你会知道跟他谈感情有多蠢。他既不爱你，也不爱我，他只爱他自己。我就是你的前车之鉴。他爱不爱你，那是你的事情。但是他爱我。那既然这样，何不利用这次机会验证一下呢？你不用着急拒绝我，我的这个提议长期有效。有些事情一个人办不成，两个人事半功倍。哎，蒋欣，我看新来的 CEO 林总已经开始给各位总监开会了。是吗？嗯。哎，你看，看看各位大佬谄媚的笑容，一会儿呀，我方凤就要上演后宫女主的戏码了。来吃瓜吧。哎呀，还是当个虾兵蟹将好啊。新一轮的技术和业务的人才挑战正在进行，新的商业模式，互联网的技术变革赋予了我们全新的任务和使命。很荣幸，我也很高兴，能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，与优秀的各位成为同事。我也很期待我们一起携手，能够东转辉煌。好了，今天就这样，散会。林总，您还记得我吗？去年的互联网创新大会，咱们是见过面的。啊，是吗？啊。我倒是对魏明印象比较深。魏明。林总，我以前在塔克科技的时候，咱们谈过合作，虽然没有合作成，但是这次在杭州有合作了。走。我看你发朋友圈去了那个星泰游乐场的冰雪世界，带孩子去的。我女儿喜欢。林总，您家孩子也喜欢吗？他可喜欢死了，可惜我这爸也不称职，老没时间，不像你。这好说，下次你有空了提前告诉我，我有个朋友做票务的，我让他留两张 VIP 票不就完了吗？哎呦，那我得替我女儿好好感谢你啊！啊，她要知道得高兴死。哎，去泡茶，走。这都行啊！哎，我还心想说，魏总这么忙，怎么还有时间带家里人去游乐场啊？没想到啊，今天一早上，这游乐场之旅就派上用场了，一下就拉拢好了心上人的 CEO。冯唐要和魏总竞争 VP， 这也太自不量力了吧！
走吧。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婚？不是现在。那是什么时候呢？江喜，跟一纸结婚证相比，爱才是最重要的东西，不是吗？我想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跟林霜换一换，你是不会答应的。所以，你从来都没有认真的想过离婚这件事情。我跟你说过，我爱你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会陪你走到世界的尽头。魏明这个人最擅长的就是口是心非，早晚有一天你会知道跟他谈感情有多蠢。他既不爱你也不爱我，他只爱他自己，我就是你的前车之鉴。想你了。江海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你的那个袜子洗澡的时候能不能顺便就洗了，得哪儿扔哪儿，脏死了，真是服了。打臭了人啊！完了完了，姐！怎么了？妈打电话来了，姐！快接呀！妈，妈，儿子！哎呦，你瘦了！设计院的工作是不是太辛苦了？最近还行吧，反正。加班什么的也没之前多了，还行。哎呦，年轻人，身体要管好，事业也要管好。你还这么年轻，身体出了事儿可咋弄啊？好，好，好，知道了。哎，你姐姐呢？姐，我找你啊。你立着。江喜，妈，前几天你三舅公带着施工队来家里看过了，家里的房子刷新一遍。再加盖一层，啊，我算了算，还差15万，一共也用不了这么多吧？哎呦，你不要管那么多嘛，你帮他凑凑，小海少拿点，你当姐姐多拿点儿。我帮他凑凑，你那意思是他那份钱，还得让我掏？哎呦，他刚刚工作嘛，钱少得很，你呀。就多拿点又怎么了？他工作，妈，我你刚刚说的那些呢，我们都晓得了。然后呢，我还画图纸，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拜拜。我问你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告诉妈？我等一会儿再说嘛，找个好时机说。找什么好时机？我告诉你，你就这么一直躲着吧。你在家里面宅多久了？我又得养着你，我还得瞒着妈。你知道妈胃口多大吧？你要是不跟她说清楚，那个钱就得我还。你爱什么爱？你装死是吧你？你不打电话行，我来打。我要告诉他。姐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这个设计院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别错了。不能打他。这是怎么当你成的？真的不能打，打给他。你打他，他跑过来，你不好受，我也不好受。姐，我知道我是要你吃喝，要你养活的，但是我也是男人，我有尊严。你有尊严，那我呢？我没有那么多钱，累的。姐，我知道你累，知道你辛苦，但是你看，我今天没打游戏吧？我这个项目特别好，前景特别好，好几个投资人已经找我聊过了。
等他们把钱一投，咱把钱一挣，那到时候给你发红包，发个八万十万的，轻轻松松，再买两个包。晚上有空吗？到 KTV 聚聚，咱们聊聊合作的事儿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还在加班。刚才在忙，要是这一次我能把方总的单子签下来，有什么奖励？你选的职位是你的，工资翻番，另有签单奖金。这大半夜又疯了一个。一言为定，有截图为证。好的，我马上过来。魏总，有事吗？没什么。孩子，学会跟我耍心眼了。不要吧，现在孩子都聪明。继续。深圳的李总呢，要求我们配合他们参加展会做路演。我刚才看了眼方案，咱们这边呢派两个技术人员，简单的配合一下就可以，不会太麻烦。没问题。方总，方总，啊，就是那个我们方舟的那个价格，您这边不是已经认可了吗？想问一下，咱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走合同流程？方舟的价格我是认可的，不过同样的价格，同样的服务，其他公司也能做到吗？那您看这样。我们要不要再修改一下细节，然后我们双方再进行沟通一下？小江啊，教教啊，这出门谈合同的，手里没有一杯酒，你怎么聊啊？啊？就是，我不会喝酒。嗨。搞商务的哪有不会喝酒的，是不是啊？都说长得漂亮都能喝。今天这个合同能不能聊得下来，就看我们小江姑娘的酒量怎么样了。对呀，真的，就是可以。方总都这么说了，这杯怎么着也得干了。来来来来来来。哎呀，这酒量也不错嘛，啊。方总，希望能快速的，我们把合同好说，好说。来，干干干！来来来来来，喝起来啊！哎，继续呢？小杰啊，可以吗？就是啊，来来来，来来哦，我就问你们开不开心？总，我们方舟那个合同，哎呦，我真是服了你了，还惦记那合同呢。行行行，这样，明天我到方舟，咱把那合同签了，行吧？方总，谢谢。
您真是一大好人，我敬你，我干了。咱不聊工作，小姐啊，良辰美景，合同的夺杀风景，是吧？啊，哎，这不举办的话，啊，来，江啊，你怎么醉成这个样子？能喝少喝点吗？啊，走，送你回家，没事没事。哎呀，走吧，别客气啊。小香啊，你醉成这个样子，你走不了的，我送你啊！我可以自己回去，我真的可以走。好，谢谢。我送你。我可以自己回去。走，我看看。可以自己。哎呀，你客气什么的，来，我叫你跟我回去。哎呀，你走不动了，怎么的？哎，你干嘛？你谁呀你啊？哎，你管我谁呢？你刚没听到他说要自己走吗？地址啊，什么地址啊？你家地址？没有家。什么地址？地址。这一杯，咱们就签单了。明天早上起来，我们就把单签了。师傅啊，我跟你说，我们那个家里面，钱，就是钱。今年他们要做生意，明年。他们要盖房子，那么多钱，没钱。都是这样，我好不好？哪户？这户。钥匙呢？啊你！哎呀，这么晚才回来，让不让人睡觉了？不了。你又约会去了？哦，
不好意思，来，我没注意到还有个人。哎，他这是怎么了？喝多了。行，来，你给他弄点解酒的吧。哎，不，那个，哎，姐姐，什么东西可以解酒啊？需要我帮忙吗？没事。你是我姐同事吧？不是。那就是好朋友了。萝卜汤。香啊。大概十分钟之后就好了。好嘞。你看着吧，我走了。哦，好。谢谢啊，替我姐谢谢你，拜拜。啊，这美味呀！哇，真是田螺姑娘下凡呐。看看你几个菜喝成这样，喝一点。啊，你不喝我喝。这都是什么东西啊？冰球装备。非要让果果学成冰球吗？小点声，果果已经睡了。自己不小心怪谁？米雪可是刚刚挑了你的刺儿，我现在实在太难受了，头太疼了。但是我昨天搞定了方总，他答应我了，说今天上午会去签合同。厉害了，厉害了，我就知道你能搞得定。行，上午的假我准了，绝对不能把我们劳模累坏了。我们部门啊，可全指望你了。少来吧。哎，那他今天上午去了吗？你这样，你等着我，我收拾一下，我马上过去。有事你先帮我顶着。放心吧，有我照应着。你记着啊，喝点蜂蜜水。魏总，我有点工作要跟您汇报一下。哟，喜姐，你这一觉睡醒活过来啦？要你管。哟，哎，我在楼下超市买了几包方便面，还有鸡蛋啊。我看锅里好像昨晚还剩了这个萝卜汤没喝完，我拿这个萝卜汤给你煮面吃呗。萝卜汤？啊。那你再帮我煎两个鸡蛋。两个鸡蛋啊？今天可真奢侈啊你。
你不知道，这是我努力工作对自己的奖励。哎，我昨天签了一个大单，发财了，这是？算是吧。发财我也开心啊。你做的？嗯，不然还有谁？我才不信呢，连泡面你都不会做，你还会给我煮萝卜汤？是，不是我做的，是你那朋友做的。我朋友？嗯。谁呀？你管我谁呢？没听见他说要自己回去啊？哎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！别动手！再动手我报警了。哎，你那朋友还真挺靠谱的，你是没见着你昨天晚上什么尊容？那家伙喝的酒气熏天，吐的浑身臭烘烘的。我跟你说，你那个样子扔马路边上都没人捡。乱说，他不是我朋友。不是你朋友？你说你昨天晚上喝成那样，人家都没嫌弃你，完了还给你扛回来，给你煮汤，就这交情还不是朋友呢？也对，就你这个臭脾气吧，跟你做朋友那是难。你说我这么多年，我还真没见过你有什么交心的朋友啊。行了，你别说我了，你管好你自己吧。你那设计师弥天大谎，我看你怎么圆。不是，我说你呢，你又在扯我。哎，你这个面你要吃硬一点还是软一点啊？